欢迎大家回到我 Tom Lee 中文输入法的拼音输入法第二课。在这一课中，让我们谈谈拼音中的四个声母 bo、po、mo、fo 和不同的韵母 e、r、o、a 等等，加起来拼成了不同的中文字。当然，某些声母和某些韵母拼在一起是不能成字的。以下我们练习一下 bo、po、mo、fo 和不同的韵母加起来拼成的中文字。好了，这是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放拼音的声母 bo、po、mo、fo 加上不同的韵母 i、u、u、r、o 等等放在一起，将这个表格印出来，让我们一起练习一下 bo、po、mo、fo 和不同的韵母拼起来就成了不同的中文字。好了，现在我们去考虑 bo、po、mo、fo 的输入方法。我们要先选择这个输入法 Chinese Simplified China Microsoft 拼音的输入法，然后去这个输入法这个地方 B 的前方按一下 Enter， 在这里输入 bo、e、bo、u、bo、r 等等的拼音。看这个表格 bo、e、bo、u、bo、r、bo、o 等等的拼音，是用这个方法输入这一些中文字。比如说我输入 bi bo yi bo yi 是 b， 选择这个 b bo yi b， 然后是 bo wu 部部门和不是是部，然后是 bo a ba bo a ba bo a ba bo o bo 这是 boBo I by 这是白 ，Bo A bay 这是被被动，这是被，然后是 Bo out B A O Bo out 爆爆果，然后是 Bo an Bo an 半半版版版权 ，Bo in B I N Bo in bin。Boing bing, b a n g, boang bang, bang mang, b e n g, boeng beng, san beng, b i n g, boing bing, bing ban, bo ye be, be be。完了，我们选择这一些字，按一下 Microsoft Word 的这一个按钮，按上去就按 OK。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拼音在这个字的上面表示出来了，这是拼音输入法的方法。我们练习一下 po e p， 在这里按一下 enter， 在这个地方我们按下 po p i po e p p p， 然后是 po u p 普通话 p。然后是 po a pa pa 是这个 pa， po o po po 了，这是 po， po i pi 一派无扬， po a pay 配合， po out 炮炮火， po o po 这是 po。判判判盘 ，coin 聘物品 ，pan 烫旁旁边 ，pan 碰碰到了 ，coin 聘聘平 ，po 耶耶耶。片，然后选择这一些字，按上 Microsoft Word 的这个按钮，然后按下 OK，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拼音在每一个字的上面表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练习一下末的拼音和其他的韵母的拼音，在这个 M 的后面按一下 Enter， 然后输入末和其他韵母的拼音，你可以参考这个表格 E 五玉二二这个表格，就让我们练习一下吧。摸一米米，摸屋木木板，摸啊骂你好骂，摸摸摸鬼，摸爱卖买卖，摸一妹美丽，摸猫猫一只猫，摸某某某某成，摸安慢满意，摸一命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国，摸安慢 MANG， 摸安慢帮忙，梦梦梦想，有些人读这个是梦想，不是梦想，是梦想。梦命名字，梦灭灭绝，然后选择这一些字，按上 Microsoft 这一个按钮，然后按下 OK， 你可以看见这个拼音的符号在每一个字的上面表示啊。最后我们选择这个 for 练习一下， F 代表了 for， for 夫妇夫君，这个是夫夫君， for 啊发发财办法， for 佛佛，非非是非，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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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for 否定， for 反反对， for 放放放下来， for 放放下来， for 风大风，选择这一色字，按下这个按钮，然后按下 OK， 也可以看见不同的标音符号在每一个字的上面。好了，我们现在明白啊，如何在这个拼音输入法输入 both or more for 这四个姓母和其他的韵母的拼音的练习。在下一个课程我们谈到各克那勒这四个姓母和其他的韵母的拼音输入法，如何输入不同的中文字了。 Adio， 再见，再见。